10月28日，章子怡平舞会主席身份现身东京电影节，铁之孕肚正式官宣二胎，自曝孕期已达7个多月。换言之，当初港媒爆料指章子怡怀上二胎其实是事实，但就是被否认。估计当时章子怡跟汪峰是为了保护胎儿，她在东京电影节的照片非常苗条，对于一个怀孕7个多月的孕妇来说，这样的状态算非常好了。不过章子怡却透露自己体重已达到116斤，看来她是肥胎不肥人。就连老公汪峰也兴奋地在评论区里夸赞，看不出肚子啊，这么瘦，白不忘慰劳妻子辛苦了，果然是好老公。章子怡与老公汪峰早已育有一名3岁大女儿醒醒。近日屡传章子怡怀二胎，汪峰被问到相关问题时以反问来回答记者，不承认也不否认。而章子怡这段时间没有因为怀孕而停工安胎，又不时在微博晒出自己带醒醒的照片，怀着二胎依旧生猛，